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莫妮卡。今年呀，在美国各大影院上映的一部华裔电影《Sight》引起了巨大的反响。《Sight》作为描述美国华人第一代移民的真实故事，掀起了美国主流媒介对于咱们华人的关注的破冰之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近日这部热播电影《Sight》的故事原型王明旭博士。首先呀，我们请王医生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且跟我们聊一聊《Sight》这部电影的一个初衷，好吗？谢谢，谢谢 Monica。大家好，大家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们、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个 interview 呢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会放个这个一个 PPT，简单把我的故事介绍一下，里面有一个2分钟的电影的花絮。然后同时完了以后呢，Monica 跟我呢会做一个互动，我们会一些讨论一些问题。希望今天这个 programming 会有很多给大家有一些帮助。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跟这个送给 Monica。好，现在我来这个 share screen 一下。OK，Monica，你可以看到这荧幕吗？是的，很清楚，王谢医谢。生。好，我会可能会中间问你几次，因为 make sure 一下，每次都是share 了。今天我这部分第一部分呢，讲的就是美国电影这个 Sight，刚才 Monica 提到了，是咱们华人第一代移民故事，在美国主流媒介的破冰之旅。我这部分 summary 呢，主要是讲 a purpose-driven life，就是一个有目标的生活。在荧幕上大家看到我的 contact information，所以如果以后有问题，有关眼睛什么都可以跟我联系，我的电子邮件以及我的 WeChat。如果有眼睛问题呢，给我电子邮件的时候必须用英文，用英文，因为我在田纳西，我们的眼科中心全是老美，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这帮老美中文都没学好，所以然后刚才那个 Monica 也提到，我在 Nashville, Tennessee，我有2个博士学位，一个是激光物理，一个是医学。美国呢有个叫 Angie Studios，这个现在这个电影 site 呢。在网上了，已经在 streaming 了。这网上地址呢是 angel.com/site。本篇讲到我作为一个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从中国来美国奋斗，跟大家的很多朋友们的经历都差不多的，与种族歧视做斗争，努力工作，最终找到科学信仰与共同点，被发明了一个，并且发明一个技术，眼科技术，现在全世界帮助了几百万个病人。电影 Sight 就有关这个。有关我的介绍呢，我就不仔细讲，就 highlight 2点。第一点呢，眼科方面呢，我写了10本英文原著的教科书，其中7本呢翻成了中文，发明仰望隐形眼镜，并供就是 donate 这个专利给全世界免费的，同时也完成了世界第一例激光人工角膜手术。我发表了12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一篇在国际著名的《自然》杂志上，《Nature》，我已经做了55000例手术，其中包括有4000多个医生，咱们病人来全美国40几个州，全世界55个国家。我是1960年生的，在杭州长大的，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受到一些冲击，当时呢学校也关闭了10年，得上山下乡。1974年呢，我14岁呢。初中毕业呢，当时也得上山下乡，后来呢不能读高中，在电影赛里面也看到，后来我得学二胡和学跳舞，这样能够想增进那个文宣队而逃避上山下乡。后来1976年呢，这个文革结束了，这大学呢重新在10年关闭以后又重新开始。后来在爸爸妈妈帮助下呢，我虽然高中没怎么读，只插班了几个月。但是呢，父母也非常努力的帮助我，所以1977年呢，进了中国科技大学七七级，文革以后第一期学那个化学物理和激光物理。1982年呢，带了50美金，来到了美国，跟咱们今天观众们很多华一代的移民故事都差不多的，来美国奋斗。
我先去了马里兰大学，拿了个 PhD，激光物理，然后在 MIT 做博士后。当时也呢想成为一个眼科医生，所以我想进这个医学院，也受到一些种族歧视。这是我在 MIT 做这个激光的 postdoc，然后呢，1991年进了哈佛和 MIT 的联合医学MD 学位，在91年毕业了。当时呢也请父母来，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栽培，所以这个电影《Sight》是献给我父母的。为什么我拿两个博士学位呢？一个 PhD in 激光，一个 MD，哈佛 MIT。原因就在于，现在医学是非常高科技的所以大部分眼科医生都有医学的训练 MD，但没有这个机会得到更深的激光物理理工科的训练，所以我想这部分要加强。所以大概在全世界的眼科手术医生里面，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同时有 MD 再加上一个 PhD 和 Laser Physics 激光。我做了55000例手术，激光眼科，包括4000多个医生。10年以前，我写了我的传记《从 Darkness to Sight》，从黑暗到光明，所讲述一个移民的故事。这是我这个传记的这个早版的一个中文版。后来呢，被拍成一个电影，现在给大家看一个2分钟的一个电影的一个花絮，《Sight 很期待。I'm going to help you see again. You said it was impossible. Ah, there he is, the good doctor.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cover of the Tennessee Herald tomorrow morning. You may get a date out of this. Not with that picture. Very funny. Our pro bono office got a call from India. A little girl, 6 years old. Apparently, street beggars make more money if they're legitimately blind. So the stepmother poured sulfuric acid in each of her eyes. I'm going to help you see again, Kajan. Is it true that multiple doctors declared your patient irreversibly blind? Yes, I developed this new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Here we go. Do you see the light? No. I can't see anything. I have this patient from India. She reminds me of some things in the past that I can't get over. The present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past. A long time ago, back in China, there was an uprising in my hometown. Many bad things happened. So, we came to America. Yes. It's hard getting into medical school, but you coming from China, don't waste your time. You cannot change the past, Ming. I feel like I'm stuck. Hello, doctor. This is Maria. We want to give her a chance to see again. I don't even know if I can perform surgery anymore. Stop it. You need to just let go. I just don't want Maria to end up like a job. We can only do our best. I'm with you, Ming. We can do this. I refuse to believe there is no purpose. I will be praying for you. Kajal is teaching me that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what you see. We have to keep going. I thought you said it was impossible. Can you see yourself, Maria? I'm so pretty.这个电影在这花了10年时间制作了以后，被所有美国好莱坞的所有电影发行商全部拒绝，全部拒绝。其中5家是这个 digital 的，像 Netflix；5家是院上的电影院的，像 Sony 等等。原因就在于，作为华人电影，美国好莱坞对华人是 stereotyped， 是看忽视的，看不起的，认为华人电影必须要有古装戏和功夫，美国才会看。后来我说华人会看呢，他们说华人在美国主流媒介从来没有成过气候过。175年，华人从来没有主动的支持自己电影，黑人支持自己电影，西班牙支持电影，但华人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就不相信这点，我就把这电影带了全美到处跑，史无前例的全美义演，365天跑了40个州，免费的。给40个州500个城市的50000的华人看，
免费的，这叫我叫全美的 Telling Our Story Tour， 也是华人我们要不管说到做到，在西方公开社会你不告诉人家，人家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还得做到，还要再说到，让美国让西方国家知道我们华人对这块土地做的贡献。同时我是个基督徒，也是个 Jesus Story Tour，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 site 说科学信仰能够 work together， 365天40个州500个免费的电影放场，200个城市5万个华人。后来呢，在2月2号2024年 NG Studio Step Up， 这是第11家电影发行公司，他们决定发行这个 site。 目前这 site 已经在美国院上线和加拿大放了两个月，现在进入了这个网上，是 angel.com， 大家可以拍张照、angel.com/site 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看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这个电影的初衷是为我们下一代的华二代的，因为跟他们讲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华一代的辛苦。在康州我们放完电影以后，有一个华一代华二代的母女上来，那19岁的华二代女孩说，王医师，我在美国长大，我是 ABC， 生出来以后呢，爸爸妈妈老是说我应该更珍惜我今天，他们当时他们出国多么辛苦，多为我创造那么好的条件，我现在不够珍惜，但我怎么能珍惜呢？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他们的辛苦。但今天看着你的电影以后，这位19岁的华二代女孩说，今天看了你的电影以后，王医师，看到爸爸妈妈在我现在年轻的年龄 then 他们那个时候的辛苦和奋斗，他说我人生第一次我开始理解我的母亲。所以每个华二代孩子都应该看，这是很稀少的一个我们华一代移民的故事，是他们真正他们能够体会一点我们的辛苦，我们华一代华二代能够从感情上重新再联系再起来，所以每个华二代都不应该这个 miss 的。现在在家里可以看这个电影，有中文字幕，而且有中文配音，所以有配音也有字幕，所以你就 visit angel.com/site， 然后呢12块钱就可以参加这个 member， 然后 member 以后你就可以看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免费看，在家里有中文字幕有配音，也同时看一看 Angel Studio 所有其他的电影，所以大家可以拍张照，最下面一行就是这个 link angel.com/site。 今天我想很短讲一下我在这个做一个华人，这个做一个移民吧，我怎么样能够在寻找我人生的目的。我发现我有五个目的。第一个呢 to share， 我认为作为我们移民，作为一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应该 share 我们有的。比如说我写了，虽然我是基本上全世界大概几乎仅有的一个眼科手术医生，有 MD 同时有 PhD Laser Physics， 但我想 share 我的理工科的这个 knowledge， 所以我写了10本英文原著教科书，帮助全世界眼科医生提高他们的伯乐环节，也就是 technology， 同时7本也翻成中文，帮助中国眼科医生。另外 一个例子呢 share 呢，就是说我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后来我就决定把这羊膜隐形眼镜这个专利贡献给世界，我把那个专利放到网上，同时在20年中全世界跑了几十个国家，免费的教学了几万个差不多有10000个以上的就是华人以及各国的眼科医生。这个 Amnia Contact Lens 羊膜隐形眼镜今天在全世界一个$5 billion industry， 几乎眼科医生所有国家都有在用，几百万病人视力得到了恢复，电影赛的就有关这样的。虽然有的朋友说，他说哎呀 Ming you're stupid you did not make any money at all in the whole process， 我说 I'm not stupid， 因为我能做一个人吧，我们应该 share what we have。 第二个 to remember 要记住我们的文化的基底。我在我大名时候学二胡，当时为了逃避上山下乡，现在二胡就是我一个工具。我一个小乐队在美国的这个各个这个公司啊组织里面经常演奏，让他们体会到一些东方的最优良的这个文化的一些这个最美的地方。除了 share，
除了 remember，第三个呢就是 progress，就怎么样做一个人吧，我们能够帮助大家一起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比如说，在电影《赛》里面谈到5岁的一个印度女孩，她已经盲童了，已经是一个孤儿了。结果她的继母在她眼睛里面倒硫酸，想把她变成一个盲人孤儿小孩，会唱歌的，在路上这样讨饭讨的比较多。后来人家发现 Kajol 呢被残酷的智盲以后，发现她不会唱歌，所以她就被遗弃了。我们在一个火车站上找到她，在印度她 almost died from 饥饿。我们把他带到美国，所以电影《Side》就是 Kajol 他怎么样从黑暗到光明的 remarkable story。当时我看到 Kajol 眼睛是就这样子，他完全瞎掉了，完全结疤。我就开始做科研，你知道谁不结疤吗？为生而不结疤，但怎么能做 research，在为生儿身上帮助我们的病人，同时不影响到为生儿的生命呢？人家是认为说科学信仰是没有共同点的，Is that really true？这就引到第四个做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to find，除了 to share，除了 to remember，除了 to progress，第四个 to find common ground，大家都是人嘛，在这世界上一辈子不容易，大家应该找到共同点。就我建立一个共同点的基金会来研究怎么样找到共同点的方式。我刚刚前面讲我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也是 resort to Jesus Christ，怎么样帮助我来找到共同点？科学和信仰，我还写了一个共同点的圣经阅读。所以呢，在一次祷告中呢，我感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些 ideas 啊。我当时跟其他一些科学家、郑教授等等一起工作。所以呢，既然我们人生出来以前能够不结疤，那么是不是身后以后就结疤了？那么是不是跟那个羊膜在我们生以前被包着在母亲的肚子里有关？所以我就到医院里要了很多胎盘，反正胎盘生小孩以后，母亲这胎盘都没用的啊，我就很多胎盘 donate to me，我带回实验室开始做实验，把那羊膜拉出来。因为羊膜是包住我们每个人在生以前，是不是羊膜是给我们一个未生儿的不结疤的一个秘密所在？所以这是最终发明的羊膜隐形眼镜。后来把羊膜和这个 placenta 的 contact lens 放到受创伤的眼睛上面，确实奇迹发生了，这个结疤much reduced，然后视力恢复了。后来呢，我刚才讲了，我就决定把这个羊膜隐形眼镜这个发明这个贡献给世界。我把那个专利放到网上，让大家全世界都能看到。同时，在20年中呢，我也跑了几次国家，教学了近这个上万名的眼科医生，教他们怎么样如何运用这个新的技术。所有的教学都是免费的。今天20年以后，就像这电影《赛》里面谈到，羊膜隐形眼镜已经是一个全世界在所有国家眼科医生都在用的技术，几百万的病人视力得到了恢复。所以，羊膜隐形眼镜今天是个$5 billion industry。虽然 in the process I did not make any money myself, but as I said early, 我作为一个人吧，part of our purpose to be a human being is to share. I'm glad I could share what I have. 这个病人这个眼睛很干，年纪越大越干，干眼，所以我们呢就把羊膜隐形放上去呢，他就 very happy。所以羊膜隐形眼镜现在是世界上最 powerful 的治疗年纪大眼睛干眼的这个治疗方式。所以羊膜隐形眼镜这个技术在电影《赛》里面谈到，也说明了科学信仰能够 work together。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住在 Nashville, Tennessee, Music City, USA。我们的团队，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因为我有不管医学也有理工科的 background。我在发表120多篇论文，其中包括一个论文在 Nature 杂志上。我也在美国 FDA 工作，眼科委员会也是华人第一个。同时呢，我们也 share，我们是一个全世界的眼科手术室的训练中心。这张照片很重要，大家可以拍张照。如果今后Monica 这个 program 完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电子邮件通过英文，必须用英文跟我联系。太好了，我的英文的这个电子邮件在左下方，同时右上方呢，我们每个礼拜二有一个1个小时的 educational Zoom，6:45 CT，也就是你们西海岸就4:45。现在人类我们已经攻克了5个眼睛问题：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白内障。包括老花全部攻克了，18岁到107岁，然后用这4个新的技术，左上角是 smile，
LASIK 手术已经被淘汰，LASIK 手术已经过时了，现在一个新的手术叫 SMILE 小切口手术取代。第二个手术左下角是植入性无形眼镜，如果你戴 contact lens，你不想晚上拿掉的话，我可以把 contact lens 放到你的眼睛里面去。第三个在中间老花眼，45岁以上，我们一个手术可以把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白内障全部治疗掉。你不需要戴眼镜开车，你不需要阅读眼睛 reading glasses，同时也没有老花，也永远不会有白内障。在右边呢，我们是白内障手术，可以用激光和刀。这四个手术虽然说是全世界现在最新的手术，但是即便在美国那么发达国家，也只有5%，只有5%的医生在用，95%的医生还在用老的刀的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医学是一个医学和高科技的合并物，所有这些医生他们的理工科方面还在需要加强。这就为什么我刚才讲，我想 share。我写的这四本英文教科书，帮助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提高他们的薄弱环节，就是理工科。这些呢，也是这个翻成中文。所以，虽然这四个手术在全美国只有5%的医生在用，在我们中心，在 Nashville, Tennessee，我们运用率是100%。We're number one in America, leading the nation in the percentage of high-tech application in laser vision surgeries. 这个我住在 Nashville, Tennessee，所以这些有一些乡村音乐的明星啊，像 Dolly Parton、尼可基德曼等等。我是中国来的，我也永远记得我是生长在中国的。中国给我 determination 和这个 grit，而美国呢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呢我每年都有回国免费的教学中国的医生。30年如一日，我做了中国的第一例 all laser LASIK。现在我们在田纳西这个中心的病人，全美国四十几个州，全世界55个国家，这些是 US News Report 以及 Forbes Magazine 的报告。最后一个 purpose 呢，就是 to help。我作为人，我们应该 help those who need the most help。这是为什么我建立这个 foundation。作为基督徒，我是响应主的呼召，也是作为人，我想作为 help 其他人。我们已经帮助全世界的儿童和各个病人，所有的手术都是，这些为 foundation patient 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在文化大学学的舞蹈，当时为了逃避上山下乡，现在也成为一种爱好。我创建了一个概念叫眼睛舞会，为我们 foundation raise money。虽然我们这手术都是 free 的，对这些盲童，但是我们得 raise money to help their travel, education and housing。所以每年你来看眼睛舞会，那么美的舞蹈，你就会想到视力对个人来说是多么珍贵，而我们是多么需要帮助那些盲童看不到。我们视力基金会帮助全世界的，不光是盲童，其他一些病人。最后呢，我要讲的华人，我们要站起来，要走过我们这一圈子。我也建立了田纳西的华商会以及田纳西少数民族商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也在每个月几乎有在教堂讲科学信仰，能够 work together，这是神的意思。同时，华人要站起来为我们的 right。这个是 Nashvillian 年度人奖，每年一个。整个这是南方这个城市150年来第一次给一个华人。我也在当地的基督教大学任教，科学信仰教学，拿到 honorary doctor degree。所以呢，我发现呢，今天谈的呢，主要是就是一个人做人要有一个目的啊。作为基督徒，我本人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而信仰是他的目的。这个书如果大家感兴趣，对这个传记的话，可以 visit wangfoundation.com。wangfoundation.com，我所有的书的这个 proceeds all donated to the foundation。最后 summarize 呢，今天讲到呢，就是怎么做人呢？作为特别一个移民，我们在一个西方国家呢，我认为我们都有一个目的，要走出华人圈子，为美国社会主流多做一些贡献。This is as much our country as anybody else's。我们华人不光说到做到，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还得做到，还要再说到。所以，我今天谈到五个 purpose：第一个，to share 我们的 knowledge what we have；第二个，to remember 我们的根；第三个，to progress human knowledg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第四个，to find common ground 向科学信仰；第五个，to help those who need the most help。如果朋友们说，那王医师，所以这五个 purpose 你在生活中发现，那么 what's the inspiration behind it all？What is the one single vision behind it？
that enable you to create these five purposes for yourself. 那么 single vision behind 这五个 purpose 就是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人吧。我们都有这么 privilege, live on this planet Earth for a few decades, one time only. 所以呢 ，I feel we all have the obligation 做一个 citizen of the world, to do what we can, each of us, to help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live. 谢谢。哇哦。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我刚才听了您的这个人生经历，我觉得比电影还要精彩，因为我们也组团一起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非常振奋人心的电影，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想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最近这部电影《Sight》，因为是第一部好莱坞历史上的以华人就是您的真实背景拍摄的作品，所以很想了解一下。很多观众的共同的一个疑问就是，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使好莱坞能够拍摄这样一部作品？这其中经历了哪些故事？是根据您的原创的自传开始的，对吗？对，是的，是的。这个我刚才前面提到一点，就是因为我在很多年以前写了一个传记嘛，就是讲这个我华人的移民的故事。当时呢。好莱坞一个 studio 找我，当时我也 surprise， 我说哎，华人有很多很多做的工作比我好得多的啊，但是我们都太安静了，所以我为什么写那本书，后来为什么来找我，那么为什么没有去找那些比我成绩做了好多多多的华人啊，各行各业都有精英，后来我发现呢 actually 我只是 lucky 而已，为什么呢，我有很多病人，手术病人呢是在好莱坞的明星， 美国的好莱坞第一线的演员电影演员很多都是我的病人，是奥斯卡金像奖在台上颁奖的，有很多都是我给他们做的眼睛，他们从加州飞到 Nashville Tennessee 做眼睛，所以呢像尼克基德曼啊等等 Ashley Judd， 所以呢都是我的病人 Dolly Parton， 后来呢就是我发现大概是有一些这些演员吧跟一些好莱坞 studio 说，哎呀在田纳西有个不错的中国医生，我们飞到那边去做手术的，所以他们听说我写这本书，他们就愿意拍成电影，但是虽然他们花时间拍了电影，结果出来的时候十年拍了十年，为什么十年呢？因为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得tone down，因为美国的演员要求啊要tone down，否则他们不敢演，这方面有很多一些改变。这个电影呢不是一个 documentary， 不是一个纪录片，所以很多华人朋友知道它是有虚构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故事片啊。这个还有的朋友甚至有些朋友华人朋友有些嫉妒啊什么的，哎呀你到底有没有 MIT 有没有哈佛去读书？实际上在我的传记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我的传记是我 only endorsed document by me, direct come from me, 文化大革命写的都是完全按照实际上写，大家应该读那个原著。后来他们这个电影拍了以后被所有的这个发行商都拒绝，因为没有古装戏，没有功夫，华人电影美国人认为他们不会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带了全美做个全国的义演给华人5万华人看，365天40个州200个城市。王医生您是不是也感觉到美国社会对于我们华人的一个形象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似乎在工程界，在像您一样医学界、艺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少，但是往往不被美国社会所认知。是的，是的，经常有些朋友说，哎呀，实际上在美国我没有体会到种族歧视啊，比如说美国人喜欢吃中国中餐馆的饭。 No, that's, 那个不是试金石。真正的试金石看有没有种族歧视，就是在一种单位啊或者在一种情况下非你不他的情况下啊，就是说大家都在争同一个 opportunity 时候。这十年这个电影的制作，我确实认为确实有歧视，不光有歧视有忽视。这个 NPR 有一个 program， 这个去年就是 In Asian Chinese Americans Invisible Minority， 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意识到真正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特别使他们不再受到歧视和忽视或者 stereotype， OK， 像美国主流媒介认为华人必须只知道功夫和古装戏，实际上我们有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计算机，我们有的律师，各方面各行的精英，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所以电影赛给大家一个提示，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走出华人圈子，为美国社会主流多做一些贡献，比如说 medical charity， 帮助那些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healthcare， 这不光是一个华人问题，是全世界各族的问题，
同时不光做，还要再说。我们说我们华人很实在，说到做到，在公开西方社会，你不告诉人家，人家就不知道。所以不光说到做到，还要再做到，还要再说到。Stand up, speak out, and tell our stories. 是是，王医生，我想了解，在前期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没有一个预期，那当时您有没有一个预期知道这个电影会得到如此的好评？最后的结果和您之前的预期是一样的吗？Good question, good question. 在美国华人美国175年，我们华人第一代移民的故事从来没有上过美国主流媒体过，从来没有一个电影在全国的 wide release。像我们这个电影在5月24号是2100影院 release。这个是华人第一代移民故事在美国主流媒介的破冰之旅。OK， 我在10年中呢，我也充分体会到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因为在每一步都有很多艰难，很多 challenges， 从编剧到导演，对 fundraising to making the film， 最终到发行，每一步，美国这个社会主流和好莱坞，特别是对华人是有 stereotype 歧视和忽视的。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电影。但是你看。我们想想，比如说我的儿子在美国长大，他在美国主流媒介上一辈子长大，看到的主人翁都是跟他自己、跟他爸爸妈妈长得不一样的人。我们也改变这个现象，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下一代，我们要站起来，要发声。所以这个电影呢，exceeded our expectation， 这个是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 release United States Domestic Theater 已经非常成功，然后现在进入这个网上了啊，现在希望大家朋友呢网上去去看，因为网上这看呢，在荧幕上你看到怎么样网上看，就是 angel.com/site， 12块钱你就可以参加这个 member， 然后你可以看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而且有中文字幕，而且有中文配音。为什么看着网上看非常重要呢？因为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网上看着赛的人多的话，这个就会使得这个电影能够进入全世界其他国家，同时能够使得这个电影能够进入 Netflix。 所以这个电影能不能走出美国，进入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能不能进入 Netflix 所有 digital streaming， It all depends 我们现在有多少朋友们在网上看这个电影，就 angel.com/site 有中文字幕也有配音。所以说这个电影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超出了您的预期，并且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行动的话，未来还会有更好的期待，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亲自去了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那现在非常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 online 看，我们可以推荐给更多的人，他们当地可能电影院信息不是这么充足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可以在网上观看这部电影，对不对？是的，对，而且他的 Angel Studio 有个特别的 arrangement for site， 12块钱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电影有中文字幕，而且中文配音，特别中文配音很神奇啊，所有人都讲中文在这个电影里面，而且你可以看 Angel Studio 以前的所有电影，包括 The Chosen, Sound of Freedom 等等，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一个珍贵机会，使得我们华人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显示我们华人的力量，改变化好莱坞对我们的固有的旧的看法，说中国人是沉默，在美国主流媒介是沉默了气候的，中国人电影必须要有古装戏和功夫，美国人才会看，我们要改变这一点，所以要通过自己行动，现在就是一个行动，什么呢？就在网上看这个赛的，今后一段时间一两个月就是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 如果看的人越多呢，越多的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电影发行商都会来敲门，说感兴趣，包括中国，而且更多的 digital 像 Netflix distributor 也会来敲门，因为只要网上现在看的人多，他们就知道这个电影是受欢迎的。对对对王医生，我想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也非常好奇，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女孩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女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根据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吗？是的，是，这个电影是一个故事片，但故事片呢，它也就是经常有些朋友说有一些疑问，就是跟我的传记不是完全一样，比如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先去马里兰，然后在 MIT， 这电影里面他为了省时间，这一个半小时他就直接，我就直接到达了 MIT， 这些他都做一些小的一些改变，总的来说 90% 是真人真事， 10% 他有一些艺术夸张，我想很多观众
啊，都被这个印度女孩这个故事受到感对，动。对，他是这种真实在，the 整个，Jaws，对。在整个片子当中，我发现您一直说到作为您的 go 是一个主线，我也看到关于很多信仰的内容，包括在电影当中呈现的。您觉得信仰在您的整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对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是的，是非常大的，也是主导的作用。我在美国不光是找到机会啊，中国生我养我的国家呢，给我这个 grit determination 塑造我的个性啊，在美国呢给我机会，不光是 freedom opportunities，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在美国呢找到了信仰 Jesus Christ 啊。刚才电影里面讲过这个可教是完全真人真事，他呢。这个电影，这科教教了我那么多，我们尽力全力去帮助他。科教同时也教了我，就说人有两种视力，不光是 physical sight，也有一种 spiritual sight。科教 has taught me，就说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what we see。所以您刚刚说到这部电影是，献给父母的一个作品，其实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也是表达了您自己对个人信仰的一种看法，在电影当中呈现出来，对不对？是的，是的。我看到刚刚在您的这个 slides 的介绍当中，在过去这些年舞蹈啊、二胡啊，在您的生活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能够兼顾这些不同的角色？然后，您觉得艺术跟您现在所从事的，我们说科学哈，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一种联系？这艺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作为人来说吧，咱们不光要工作，我们要享受人生，life itself。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学跳舞，当时想逃避上山下乡的，现在我去创立眼睛舞会。我平时也 compete actively in ballroom dancing。At one time I was number f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Am International Ballroom。所以。这对我来说非常 serious hobby。通过眼镜舞会呢，也是使得大家感到生活的美好，而视力的珍贵和需要帮助盲人的真正的需要。同时我的二胡呢，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呢，学的时候呢，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不过二胡现在也是成为一个这个爱好，就是感到就是说，这个我们都要记住我们的roots，我们的 culture roots 同时要 embrace the present。总的来说，我发现呢，艺术对这个理工科，像我，这个可以避免我成为一个书呆子吧。就是我发现，人有左脑是逻辑，右脑是艺术。你像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是右脑的，我逻辑政治数学不行；或者有人说我左脑，我数学很好，我这个艺术东西不行。我发现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把左脑和右脑同时用的话，我如果碰到一个。左脑的工作逻辑的，比如说眼睛手术，我用右脑加上去，使得这每个手术在眼睛手术，我都要做一下艺术影，就像艺术品一样。我每个病人不光看这个病人，是看到真正的人，我可以跟病人换位思考，来体会到他们到底是什么看得到，什么看不到。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是人性，是艺术的。同时呢，这些艺术的东西，我用左脑来用，比如说舞蹈，我就研究它的。就舞蹈的物理学，什么这个运动学等等，所以左脑用右脑同时来用的话，你会起到一个一加一超过二的效果。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个观点。很多人可能觉得理科生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理科生，文科生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文科生。但是其实不然。我记得多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描述这个杨振宁先生，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同时呢，他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喜欢交响乐、喜欢音乐，喜欢各种其他的艺术种类。他谈到，在这种过程当中，可以促进他本学科的发展。就像您刚刚谈到的，其实我觉得二胡之所以能够促进您的眼科水平的发展，也是您在您的纪录片当中讲到，您从小手比较巧，还跟父母一起做玩具，然后因为手比较巧，所以在后来的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是不是？是的，确实的，但很有意思啊，Monica。我当时小时候，我们家很穷，这我父母从来买不起玩具，所以我爸跟我说，你得自己做玩具。所以我所有的我小从小长大，玩具都自己双手做的。
然后在电影里面，而且你会看到纸做的那个小船，这都是他们在 Vancouver 拍电影的当场，我当场，拿纸做的 那些玩具，电影里面的是纸的，做小 boat 这些船都是我在拍电影现场自己做的。所以虽然说当时我在做的时候呢，王大明不是很穷嘛，买不起玩具，我就去做玩具，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不高兴，但是爸妈没有钱买玩具。后来很有意思，发现对我确实很有用。我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呢，我的手就特别巧，跟其他医生比起来啊，就说我刚讲我做55000例手术，包括在4000多个医生手上，所以我认为 looking back。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吧，虽然说当时有些艰苦、有些困难、有一些不知道 exactly what's the purpose，但我们相信生活是会有 purpose 的。不管你做什么，最终你都 looking back 都会发现它有它的用处的。对，没有白走的路哈，总是冥冥之中有一个神在指引我们的方向。那我想，很多年轻的听众很想了解一下，您在同时兼顾这样多重身份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走过来的？刚刚您在这个介绍当中谈到，可能是信仰，也可能是您的 goal。同时，那您是怎么来时间管理的？我知道您，各种社会的角色。包括慈善，包括您的科研，包括手术等等。Good question, good question. 我有差不多几千个华二代的粉丝啊，在一直follow me。不管从学术上，我现在在荧幕上看这些手术，他们有很多想成为医生啊。他们问我说：“哎，王医师，我想成为医生，我应该做什么？”我说：“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你的功课读好啊，功课读好，你不能偷懒。第二个，人生是 much more than just 功课。”人的体验是 multidimensional，你要成为一个三维的人生，三维的，你不光你的科学，你要有艺术的这个追求啊。我刚刚讲过这个，像舞蹈啊各方面，音乐各方面，同时不光是有功课好，而且你艺术追求，而且要生活要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作为来说，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这个 believe in Christ，因为我发现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有些同学说，朋友说，为什么要有这个这基金会那么多年帮助全世界来的盲童？我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过去也受过苦，我看到这些盲童受苦，今天我有可能同情心。同时，对我来说，用我辛苦读了31年的书，王立凯，我读书读了31年，两个博士学位，就是主耶稣希望我做的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是一个 God-given purpose。所以科学是信仰，科学是工具，信仰是目的。所以呢，我就说所有人吧，只要你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想，你是工程师，你是real estate business person，神会给你一个 specific 目的，beyond what you normally do。神给我的目的就是 beyond what I normally do as an eye doctor，就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盲人、孤儿、小孩。哇，您说的太好了，因为凭借我们自身的力量，可能很难坚持这么多年做一件事，坚持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和责任在身上。但是凭借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对不对？是的。那我知道，当年您在申请这个医学院的时候，其实也收到了其他几所非常好的学校的录取，约翰霍普金斯等等。同时也遭遇了这个种族歧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段经历，让我们的年轻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这段历史吗？对，好的，确实的，我当时在77年嘛，读中国科技大学啊，然后呢有机会，后来呢1982年呢来到美国，所以呢我当时呢也是感到非常幸运嘛，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读书啊，然后在82年出国的时候来读 PhD Laser Physics。在马里兰大学，当时我就想呢，因为我在中国时候就想读，成为医生，在电影里面看到。后来我大学时候连高中都不能读，所以没有机会。后来到美国，我说，哎，那我有这机会了，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后来我就这个拿我的这个简历到约翰霍普金斯 Admission 的 Office，我说给他看简历，我说我叫明万，我想知道怎么样申请在美国申请医学院。
那位教授连我的简历都没看，他把我的简历丢在一边。他看着我，他说：“这电影里面你有看到啊？”他说：“Where are you from？” 我说：“China。”他说：“在美国，在土生土长的学生要读医学都很难。你中国来的，我不知道你教学质量怎么样。你没有必要去浪费你时间，你是没有希望的。”当时我好愤怒啊！我说我在中国也受到这个。就是这个 deprivation of my opportunities，当时我当面很艰苦，没有机会。现在到美国自由国家还被歧视，所以我当时非常愤怒。后来又想，哎，文化大革命后结束以后，我确实奋斗了一次啊，记得读书跳级，后来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现在我还可以再奋斗一次，这次不光为我自己，而且为所有这些华人被歧视的，所以我就 study even harder。然后呢？就很短的时间呢，就是我这个 got four jobs，因为我得这个筹集1500美金，再去那个 study for MCAT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在我哇！书里谈到，有一天呢，我接到两封信，一封是哈佛，一封是 Johns Hopkins。I got into both 第一和第二的医学院，在美国。后来电话铃响了，结果是谁呢？就是那个教授，叫约翰霍普金斯的。他说：“这是 meanwhile 吗？”我说：“Yes。”他说：“meanwhile。”你今年这个医学院统考成绩很好，你 actually 是全美第一名。他说，我们约翰霍普金斯接受你的，你来吗？我们给你我们历史上最高的奖学金。后来我说，我也同时在被哈佛接受了，但他没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中国学生，在3个月以前坐在他面前，他他不知听道我，他曾经拒绝过您。对，他不知道我是同个学生。我没告诉他我是谁，因为我父母一直把我带大，说应该尊重老师啊。后来呢？也是可能因为他吧，我就没有去约翰霍普金斯，我去哈佛医学院。后来很多年以后呢，我成了眼科医生以后，我想，哎，这个医生呢，安德森医生应该 learn something，因为种族歧视是错的啊，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行动来判断，而不是应该根据他的皮肤的颜色来判断。所以呢，我就把他写这个故事呢写到这个书传记里面，然后就打电话给约翰霍普金斯，想告诉他。啊，我把你的事情写进去了，真人真名啊。结果，但是他是那个是很多年以前，他已经去世了。后来我说，哎呦，这个安德森教授没有机会啊，learn about this 种族歧视错。后来，very interestingly, in a funny way, he did learn. How could he learn when he already passed away? This is what happened. 在3年以前，2021年，在 Vancouver, Canada。这个电影 set 在拍这一幕，种族歧视这一幕就在拍。当时呢，250人大家在看着演员啊，工作人员，那个演我的那个年轻人被这个教授说啊，你是中国人，don't waste your time，你没有 chance get into medical school。这个年轻演员讲到那一幕时候，我突然跳到霓虹灯下。当时那个拍那个电影的那个摄影师他说，哎，命怎么从里面跳出来？他就继续拍，还好没有停。我就跑到那个年轻的命身上，我说命，I got this for us。然后我就直接面对这个演这个教授的这个演员，这教授演员他不知道说什么，他看旁边那个导演，他说 "Should I say something？" 这是不是电影文学剧本的一部分？我说Professor 不要东看西看，看着我，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演这教授的电影演员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我说我就是今后的命，很多年以后的命。我说你知道 What happened to me？After so many years ago，你说那些 horrible things to me，I'm so glad I did not listen to you。如果我听他的话，我当时就会 give up，对吧？是的。所以我说，Professor，after all these years，今天我穿越时空回来了，因为 Professor，我想告诉你，种族歧视对华人，对任何种族都是错的。后来我就把我手放在那个Yang Ming 的这个肩膀上，Yang Ming，let's get out of here。所以他们 actually 把这一幕拍下来，在网上你可以看到一个 little outtake blooper，也就是说，种族歧视存在，要 fight 的歧视，the answer lies within each of us ourselves. Don't believe it. Work even harder. Stand up for yourself. And years later, come back to tell that person, hey, you're wrong. 王医生前段时间有一本著作非常火，叫做《被拒绝的勇气》，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生活当中，常常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或者说个性是比较偏内敛的，对吧？在面对种族歧视的时候，常常没有勇气去说 no。但是我在您身上真正是看到了这种勇敢说 no 的这种勇气，其实是值得我们所有新一代华人要学习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新一代华人的贡献被社会所认可，被美国社会所看到，对吧？
刚刚您谈到这个，您还成立了田纳西的少数族裔协会。我之前了解到，这个少数族裔协会呢，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二代，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少数族裔，比如说墨西哥裔等等。我觉得这个工作不仅仅是为我们华人来做，更重要的是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包括。主要族裔和少数族裔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所做的工作，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能够为整个美国的这个少数族裔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份事业？能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过程吗？好的，在这个荧幕上你看到，我是建立了田纳西华商会，而且同时建田纳西少数民族和移民商会会长啊。我是这样想，我是 American，I'm a Chinese American，我是一个公民，但是有中国血统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站起来。This is as much our country as anybody else，但是我们要真正达到我们。要平等，被平等去对待，有我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我们不能只是说我们要做，我们要做什么呢？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呢，要走出华人圈子，为美国社会主流多做些贡献。比如我建立这个田纳西少数民族移民商会会长、华商会长，就是我向Unite，不管是 Asian American、Chinese Americans，不管是 Asian Americans，而且 Latino Americans、African Americans。因为少数移民，移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可以 help each other in business，而且 help America。而且呢，我也刚才讲过，我也做一些慈善工作，因为美国一个社会问题，其中很大问题就是很多人 cannot afford healthcare，所以呢，我也在这方面尽我所能的帮助一些穷人。但是同时，不光做，而且还要说。我们要说，因为华人都太安静了，所以 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right。比如说，就说，华人在各种各样上 fight for our rights。We just ask for to be equal. We just want to be treated equall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merican law，对吧？我是 American citizen，我 should be protected equally。这样的 protection 现在在很多情况下，特别对华人都 has been taken away。That's the reality。所以，我们既要意识到这一点，真正的 answer to that question，就像刚才的种族歧视一样，we have to stand up for ourselves, we have to fight for it, we can learn from the African Americans, from Latin Americans, from Jewish Americans. They all have stood up for their rights. So can we. 谢谢王医生，真正是您刚才谈到了您的个人的五个目标，其中就是要 help each other，还有就是科学和信仰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的 common ground，对不对？从您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是受益匪浅。那么，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听众能够上网来到 angel.com 这个网站，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非常的振奋人心。当时我记得在看电影那一天呢，我旁边坐着几位身材非常高大和强壮的美国人，但是他们呢也都是流下了动容的眼泪。我想，他们眼泪当中所蕴含的是感动于您作为在艰难时期移民美国所付出的那种难以想象的努力，同时呢，也是对您作为华人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坚毅的、顽强的品质所敬佩。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很多听众都和我一样，非常期待可以听到您给新一代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华裔，哪一些寄语。好的，就一个寄语我刚才讲我有几千个华二代的粉丝啊，在跟着我，我不管做什么地方做那个Zoom 啊 presentation，我还有 Monica，我还在网上做一个叫事半功倍的 Zoom。我人生中发现有20%的学生嘛，不管是中国科技大学、哈佛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马里兰大学，有20%的学生比我聪明。所以呢，我就很年轻时候我就开始从那些比我更聪明的学生身上学，
我总结了77点，他们怎么样读书好，成绩好，所以这77点呢，我经常跟我的事半功倍的这些 pros，我经常跟我的华二代的这个粉丝们 share 啊，我想呢，就是这个电影呢，我想跟着华二代，咱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全世界的华二代，包括中国，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什么呢？This movie site, this movie site was made for you。Was made for you，因为 you are our future。But 你的生活，今天华二代生活条件比你的父母好多了。人呢是靠体验的，这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很难真正感受到。所以呢，像这个电影是 made for you，每个华二代的这个孩子们都应该看。有那么在我来美国42年，我都还没看到我们华裔的电影在美国主流媒介很稀少的电影，所是。以呢，要看真正能够体会你爸爸妈妈在你现在年龄那个时候他们的艰苦和奋斗，使你真能够感受到父母的辛苦。而且呢，很多华二代，你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虚渺的世界里面。都在这个 digital virtual world TikTok 啊，Instagram 啊，看那些 stories 啊，都是 fictitious，都是一些 made up hero stories 啊，在 Instagram、TikTok site is not made up story, it's a true story, and not only is a true story, it is someone's story who look like you。不像美国其他的一些 hero stories，白人、黑人、西班牙人，who don't like you。Sight is a hero story of someone who looks like you and your parents. Okay, I hope you will come out of your virtual world. 不要整天锁在家，回到家里锁在自己 bedroom，玩你的手机，或者到那个 dinner table 坐下来，跟爸爸妈妈没什么话讲，整天还是继续玩你手机。No, put the 手机 down. Come out of the virtual world, land in the real world. Talk to your parents. And see the film like this，真正就像十九岁那康州的十九岁女孩子，她看这电影后第一次，她能够体会到她父母。And recognize the world is yours，the world is yours，事在人为。作为我来说，这基督徒呢是科学是工具，信仰是目的。同时呢，在今天有人工智能那么竞争那么强烈的时候，要记住，there's one thing you can do that n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ever replace。That is, even though you cannot control your IQ，就像我不能 control 我自己的 IQ，我大概是中上而已。有些同学确实比我聪明多了。But you all can control one thing，that is your effort. So be that top 1% in your effort in whatever you do. 谢谢王医生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力量和感动哈。您正值中年哈，但是您的这种奋斗的精神非常年轻哈。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听众更多的力量和勇气，追逐梦想，不忘初心。也感谢王医生接受我的采访，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五晚不见不散。好的，谢谢，谢谢 Monica。